大家好，我是陈志谦律师。今日是2024年8月2日，星期五。首先我在这里祝各位网友 Happy Friday 先。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讲我哋中国内地踎嘅文化。主要啊，就是因为最近咧有网上疯传一啲相，就是话有内地嘅游客咧就踎喺街边，就非常之危险。咁我会讲一下点解会发生啦，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同埋我嘅睇法嘅，好，我哋立即开始。咁我相信咧，各位网友都好清楚噶啦。我哋内地人咧系特别中意踎嘅，咁而佢哋咧去到边度都会踎低嘅，系一个佢哋嘅文化嚟嘅。咁其实咧，佢哋嘅踎系已经做到出神入化噶啦，好似喺地铁又踎啦，街边又踎啦，食嘢都踎喺度嘅。但是最近在小红书就有网民发文，标题就是关于在香港街上踎的问题。有一张相片就见到有一对男女就踎正在行人过路处等候区，即是等着过马路的位置的路中心，踎了在这里。我就这样望一望张相片都觉得他们是极之危险的。生活在香港的网友都知道，香港的路呢是非常之狭窄的，特别是当有一些大型车辆，例如好像巴士啊、货车啊转弯的时候呢，都是因为要偷位，所以就会踩了上行人路啦，或者是极之极之贴近行人路这样驶过的。其实啊，很多时候啊，就算不是踎在这里，如果你企得太贴条路呢，都是有机会被这些大车嗨到碰到的。同埋呢啲大车呢好多时候都有盲点嘅，咁係睇唔到你㗎。最严重嘅呢就係呢对男女仲要係踎喺路边好近条马路。咁如果你企喺度都话可以探后两步啊，你踎喺度到你见到有车过嚟嘅时候呢，当你起身呢就已经闪避不及㗎啦。最匪夷所思嘅就係呢对男女呢竟然踎咗喺嗰度呢一段好长嘅时间，唔知做乜。过马路的红绿灯都已经转了五六次了，咁其实呢有冇网友知道他哋喺度做乜呢？我就完全系有晒黑人问号啦。如果知道嘅网友，希望各位可以留言下面话俾我知。当呢个贴文一出啦，就立即引起咗中港两地嘅网民热烈讨论。最有趣嘅就系一位来自东北嘅网友留言。佢就话啦，佢自己屋企嘅家教啊系唔可以踎嘅。佢更加就话呢个应该系家庭教育嘅问题，所以先会令到咁多内地嘅人士啊随街踎、随地踎嘅啫。其实啦，经常都有人话咧，我哋香港人系歧视内地人嘅。但系啊，而家连内地同胞，好似我啱啱讲嗰位东北人士咧，都是绝对不认同啊！佢哋自己同胞的踎的文化啦，话佢哋呢啲咧系冇家教的表现，咁我系认同的，真的不要随街踎、随地踎啊！讲真，好核突嘅，讲真。其实啦，我觉得呢位东北网友的论点是非常之持平，佢道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家教问题。其实啊，关于家教问题啊，我之前出过好多影片咧，都有讲过噶啦。其中包括是有父母竟然在小朋友面前讲粗口啦，令到啊啲小朋友耳濡目染之下，在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粗口横飞啦，不断讲啲唔应该讲嘅嘢。亦都有啊啲父母是在小朋友面前失控暴走，系咁闹人啦。我喺度再强调一次，身教绝对是胜于言教嘅，即系要以身作则。如果一个父母自己都唔可以做啱嘅事，你又点样可以期望小朋友做得啱呢？係啦，因为佢哋啊以大人为一个模仿嘅对象嚟嘅。而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有关歧视嘅问题啦。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呢样嘢係唔係针对嗰位人士係嚟住咩地方或者係咩人嚟嘅。而絕對是只是針對返佢嘅行為嘅啫，就好似今次周街踎嘅事件咁樣，連東北嘅網友都唔認同佢哋自己大陸同胞嘅行為，都覺得係有問題嘅。所以呢，就希望各位網友唔好再話我哋香港人
歧視啲咩人啊？講真，我哋係對事不對人嘅。講真，只係話道出件事嘅問題啫。只要你有家教啲，做得啱啲，唔好做啲錯事，咁咪唔會俾人話咯，係咪？其實啦，就算我哋香港人啊，都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問題啦。例如啊，我之前嘅片都講過啦，香港人去日本講嘢大聲啦，跟住咧又要訂咗位，又 no show 啦，或者遲到到啦，或者係咧。排緊隊嘅時候咧，唔會揞定啲散銀出嚟俾錢啦，去到埋到去俾錢啦，先至慢條斯理咁樣攞錢出嚟就阻曬後面條隊啦。依啲完全啊都係香港人嘅惡習嚟嘅。咁我亦都係對事不對人，我只係覺得咧，無論你咩人都好，都應該有禮貌、有家教，依個社會就會和諧好多啦。如果我哋咧喺街邊度見到一啲路人咧係踎喺度啊，或者有啲唔檢點嘅行為咧。可能啊，我哋可以做嘅就係俾一個温馨提示佢哋，咁其實咧係幫咗依班遊客，令到佢哋更加安全嘅，而唔係一個壞心腸指責佢哋。另外啊，我亦都希望各位網友留言話俾我聽，其實你哋而家喺街度見啲多唔多人踎喺度嘅咧，或者有乜嘢係冇家教嘅行為，你哋睇到嘅咧都可以同我分享嘅，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做一個警示嘅作用。另外咧，頭先我講到喺日本嘅情況啦，我啱啱咧亦都睇到段新聞咧，就係話竟然有華裔面孔嘅遊客喺日本奈良咧係虐待嗰啲奈良嘅鹿喎。咁大家知道啦，奈良個鹿園又出名啦，好多遊客啊都會去嗰度咧睇啲鹿啊，同埋餵佢哋嘅。但係竟然啊，就有華裔面孔嘅遊客啊，將沾有糞便鹿餅餵俾啲鹿，又或者咧。喺度隨手拍打啲鹿喎，咁令到啲鹿係受驚嘅。我認為啊，呢啲行為啊係絕對啊影衰曬我哋亞裔人嘅。我唔理你係邊度嘅人啦。其實啦，我認為無論乜嘢國籍都好啊，都唔應該咁對啲動物嘅，同埋亦都係影衰你自己國家。咁我喺度希望各位網友咧去外地旅行嘅時候咧，就真係守規矩。你去到外國，唔只係代表你自己，亦都是代表住你嚟自嘅地方嘅，咁我希望咧各位网友都可以谨记同埋可以做到。好啦，咁我今日同各位讲关于内地游客喺路边周街踎嘅事件同埋嘅危险性咧，就到呢度。如果各位网友觉得我呢条片系讲得好、讲得啱嘅话咧，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 同 subscribe 订阅我个频道。除了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以外，我会星期一至五每日一片同各位讲一些社会时事啦、国际时事啦、一些远性新闻啦、一些骗徒的最新行骗手法同埋大家点样可以防止被骗。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观点同各位讲出乜嘢是啱、乜嘢是错，等各位不会误堕法网。我在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多谢。